一个人混得不好，无非这六个原因。一个人最终能够混成什么样，能够站到多高的位置，与很多因素有关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，内因和外因。比如家庭背景、人生际遇，这些都可以归结于外部的因素。起点高、际遇好的人更容易站得高，这不可否认。但是，内因仍旧是决定我们人生结局和高度的最主要的原因。说白了，就是混得好不好，是龙是虫，是好是坏，决定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混得不好的人总是有原因的，主要有六点，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示。首先，再完美的计划，如果一直拖着不去做，不执行起来，那么这计划就等于一个烂计划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很多人之所以混得不好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做事习惯性的拖延，执行力太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拖着迟迟不去做的事儿，基本都是正向的，是向上的事情，是对我们成长有帮助的事儿。比如，不少职场人上班的时候，总是先娱乐后工作，临到快下班或者是有人催的时候，才着急忙慌的赶工。比如，不少人都动过减肥的念头，立下过雄心壮志，但大多时候都停留在空想和等待阶段，总是将减肥大计留在明天。再比如，不少人制定了早睡早起的计划，却总是习惯性的玩手机到深夜一两点，每天懊悔不已，却又在日复一日的循环。该做的迟迟不去做，不该做的却总是改不掉，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混得不好的原因之一，也可以说是不自律。导致一个人混得不好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，无法坚持做好一件事儿，不够专注。很多人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，所做出的决定大多都比较冲动盲目，也特别容易放弃。听别人说干销售能够挣钱，做几个月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就抽身离开。听别人说跑快递能够挣钱，就又去跑快递了。实际上，很多事情都有一个过程，你想要有好的结果，就必须要熬过一些不好的，需要沉淀和积累。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，不潜心坚持下去，是很难站稳脚跟的。在自我成长的路上，其实也是如此。有人坚持阅读了几天，发现什么用也没有，就不再坚持了。有人坚持健身了一个月，发现效果不好，甚至还不如不健身，就放弃了。送各位一句话，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死于半途而废，而绝大多数的成功都赢在坚持到底。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说过，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在生活中越过越好，他们不是最聪明的，甚至不是最勤奋的，但他们是学习机器，他们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。一个人混得不好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拒绝学习，拒绝成长。而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讲，没有成长意味着什么呢？两个字，出局。没有成长，便不再有升职涨薪的可能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，更容易成为牺牲品，并且毫无还手之力。反过来，职场上那些不断精进自己、持续成长的人，他们往往能够走得很远，站得很高，收获很多。一个人混得不好的第四个原因，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习惯性的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，而不是自我反思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看到别人比自己混得好，也不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，
而是固执地认为别人之所以优秀，不是运气好，就是背后有关系。总之，就是不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秀。在工作中遇到问题，习惯性推诿，找各种借口将自己撇得远远的，而不是直面问题，勇敢承担。人一旦有了这样的习惯，就会变得盲目、狭隘、固执、偏激，也不太可能会有成长。同时，人际关系往往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真正优秀的人，很少会找借口为自己辩解，他们往往更愿意反思如何变得更好。这是优秀与平庸这两者间的一个巨大的差异。有些人之所以混得不好，往往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认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过早地给自己的人生盖棺定论。同时，他们也会因为这样的心理而变得犹豫不决，变得自卑懦弱，害怕被人拒绝。实际上，一个人的潜力是很大的，只是你没有去挖掘而已。很多时候你并不是不行，而是你没有去做，没有逼自己一把，没有给自己机会。我和很多在各个领域做得比较出色的人聊过这个问题，大家的感受相当一致。在做之前，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做得这么好，但做了以后，逼一逼自己，发现也没那么难，自己也没那么脆弱和不堪。我相信，不管你的起点如何，只要你不自怨自艾，不自暴自弃，多一点努力，敢于行动，你就一定会比现在要好，而且是好很多。最后一点，我想聊一聊情绪的掌控力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能力不错，履历也不错，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，但始终难以突破，没混出名堂。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，就是情商比较低。情商低的人，往往不能做到好好说话。而一个人不能好好说话，通常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这属于无知；二是情绪失控，乱说话，这属于无脑。我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研究如何为人处事的技巧，我更希望大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成长和提升上，放在内修上。但是，对情绪的掌控能力也是需要加强的。这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得到正面的回报。别让坏情绪和低情商毁掉你的努力，这特别不值当。之所以会这样跟大家分享，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，时常谨记于心。你怎么过一天，就怎么过一生。想要混得好，这六点千万别沾。共勉吧。